瞅瞅这烟雾缭绕的，一个好哥们儿明天结婚了。头天下午呢，大家伙都来帮忙来了。我们这头天晚上这个帮忙的这顿饭呢，叫做半截席。然后咱们接着来看看啊，看我们这边半截席，也就是帮忙头天晚上都吃什么。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啊，头天都来帮忙来了。韩叔，晚上多少桌？啊？晚上多少桌？晚上，按说是按照十桌，那能够吗？这五十个上了七桌，他们家的我也不知道。啊。我感觉我开两按照十五桌的，十五桌。我这家就，就这一带都还是特色菜。这几个大姨，收拾黄花鱼。我不干，我就不喝东西。我说你一点都不干。芸豆。吃饱了，晚上不用吃饭了啊！别下去。他说晚上几个菜？十二个。晚上十二个。明天就吃饱了。明天二十个，不少啊。开饭了。十来桌，酒大酒壶。我们这晚上屋里，屋里也有，那里也有。还没齐呢，十二个菜哈。看看，还有一锅鱼，这鱼有食欲哈。